平時咧，我中意飲飲食食多啦。咁其實我都好中意咧欣賞藝術品嘅。咁喺澳門十六蒲索菲特酒店大堂呢度咧，經常都有唔同嘅展品展出。而今日咧就有鳥語幻境嘅油畫展開幕啊！咁除咗咧由香港靚女畫家 CNS 坐鎮咧同大家分享畫畫心得之外咧，仲請到嘉賓陳曉東。各位嘉賓和傳媒朋友都聚集在十六蒲酒店大堂，一邊享用美食一邊交流，場面就很熱鬧。鳥語幻境油畫展將會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展出十六幅 CNS 的藝術作品。不過今次為何會請到陳曉東做嘉賓呢？不如直接問一下他們。開心啦！嚟到呢度咧，首先就要恭喜曬兩位先嘅，因為咧兩位咧都有個 baby 啊，因為咧 CNS 咧就畫展 opening 咁啊，都係一個 baby 啦，係啦，你又有 baby 啦，咁啊大家都要恭喜一下啦！嚟到呢度咁難得啦，咁啊東東會唔會有啲支持嘅説話想同 CNS？ 平時收埋啲畫。叫佢攞啲畫出嚟，哎，啱畫到，不過都係唔好睇住嘅。有咩？嚇，有啊！我今日我梗係趁機會一次過睇曬，係啊。咁希望啊，恭喜你，係啦，希望你嘅畫可以越嚟越多喺唔同嘅展覽度做展出。因為其實 CNS 佢 Isabel 咁咧，佢就學畫畫有一段時間，但都唔係算好。係好長嘅時間，咁啊屬於年輕藝術家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香港嚟講，好應該去多啲支持一啲年輕藝術家。冇錯，下次我喺香港搞，希望你嘅畫展越開越多啦，咁啊東東繼續支持啦。係啊，畫雀仔啊，呢啲幾好，中意啲闊墨呢啲。因為我成日喺北京，我自己有時都會係睇畫展。係啊，佢成日出咁。我覺得睇畫呢樣嘢咧，就好好嘅一個即係調劑心情嘅嘢。其實你係好容易，即係你自己有一個意念同呢樣同呢個畫啊呢個藝術之間有 connection。其實精神食糧都好緊要啊！即係除咗平時日常活動，精神食糧係令到你一個人快樂嘅泉源。今次好多謝兩位啦，嚟到 Supertech 呢度啦，咁啊舉辦展覽俾我哋大飽眼福啊，咁啊多謝曬兩位嘅 ，Thank you。在參觀鳥語幻境油畫展的同時，不妨都可以和你們的閨蜜去共享茶敍套餐，配上夏日的雞尾酒，就好像在繁囂的城市一起逃逸去到普羅旺斯。雅敘郎歡樂早場時段由下午5點半至到晚上7點半，可以獲特選雞尾酒買一送一。今日點解阿東東會嚟呢？咁樣咁大家原來知道，原來你係佢弟媳婦啦。一起畫畫你話題好似突然間你啜唔快嘅。